不管是疫情也好，不管是，是任何的环境下也好，我们都是要埋头先把内功练好，都要把自己内功练好，都是要把我们自身的这种是，把一切的外在的这种委员当成提升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动力和一种是向上的一种能力。我想呢，就是我们呢能才能够更从容的面对世界，也更从容的呢来适应这个世界。也可以更从容的能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这些我们的佛教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同心同愿同德的来构筑南海的和平，来呢汇聚呢这个大众的真善美的力量，为我们当下呢这个是五个认同服务。